9月7日，部分麦当劳餐厅已售完的辣味四盎司牛肉堡系列恢复供应，一样贩售到9月17日或售完为止。上次有网友留言说感觉就少了一点蔬菜，于是今天点了生菜沙拉，搭配可乐套餐共159元。跟双层相比之下，今天点的单层可以明显感觉到起司、面包和肯琼酱的风味比例增加很多。辣味美乃滋口感的肯琼酱辣度大约快到中辣，个人口味是会比较喜欢上次吃的双层版本。我记得上次满口都是辣味牛肉的感觉蛮过瘾的，这次的整体风味就比较像正常的汉堡，牛肉也是还蛮软嫩多汁的感觉。吃完后搭配生菜沙拉，真是营养均衡的一餐。之前吃辣味双层四盎司牛肉堡的新的影片，还有夏季优惠券的连结，我都放在影片下方哦。大家拜拜啦！